这一次的雅克奥特曼变身器一共分为两个部分，首先呢，第一个就是主体雅克觉醒器，然后是联动道具雅克魔方。这个雅克魔方呢是可以单体发声的，而且还收录了六种音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一听。首先呢，第一个是启动音效，然后第二个是收录的台词音效，想像力を解き放て。第三个是变身的音效。第四个是战吼声的音效，第五个是必杀光线的音效，第六个是计时器闪烁的音效。哎，看到这里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熟悉呢？啊，没错，就像当年特雷加奥特曼的胜利超越之钥一样啊。看来今年我们又要收藏这个雅克魔方了。不同的奥特曼会有着不同的雅克魔方，毕竟上面是会印着奥特曼的照片的。目前呢，官方也是放出了雅克奥特曼其他两个装甲形态的雅克魔方，看起来还是挺酷的。然后就是到了变身的环节，首先呢是点击雅克魔方启动一下，然后放入到雅克觉醒器之中，上面的部分旋转一下，侧面的旋转一下就行了。还有这一次的雅克魔方也是可以联动到雅克奥特曼的武器当中，一起期待一下。2024年7月6日正式发售，价格呢大概会在360元人民币左右。